久没见的三个小宝贝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呢那边可以有狗狗运动场，希望今天呢能有很多狗狗跟他们一起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我是 Summer， 这是 Coco， 然后还有 Yumi 和 JoJo 完全不管。对，现在我们是狗狗的周末时间，我们到哪里来了呢？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狗狗野外运动场，野外运动场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去买饮料吧。走，我们现在去买饮料，还有入场券。大家好，一起玩吧。呀吼！现在呢，我们前往野外运动场。哇，这里很大耶，好多狗狗啊！这里非常大，一看到简直狗乐园。对，而且可以看一下哦，这个面积很大，是我去的这些野外运动场呢最大的，我觉得这特别好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让他们玩了。哇，他们好开心哦，觉得。对。嗨，这边好可爱的。大便了都没有擦屁股哎！哎，你看那一个狗狗跑过来超可爱。哈喽，有新人来了，让我来闻闻。这个运动场真的非常大，很大。哦，他又发火了。都把泥巴贴到我身上了。哦，有朋友来了。哦，又生气了。你怎么都不跟朋友玩？他想跟你玩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哈，腿呀！踢什么腿？哥哥。啊！哎呦，真宠，时间到了。跑，他也不会跟着你跑那种。这个狗狗太可爱了。嗨，你好。嗨。哦，跑了。可是 Coco 为什么很爱自己玩，然后呢也不奔跑？现在你看，它变成一个孤独的小朋友，自己一个人玩。他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玩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会把他们送到狗狗幼儿园嘛，然后那边也跟我发来的视频，就是他们两个随时都是贴在一起的。他说他们两个超有义气，很相爱的一个兄弟。哦，很好。哦，这个小狗狗好可爱哦。哎，哇，应该是一个吉娃娃犬。又开始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去跟 Coco 玩。不和我玩，我就玩泥巴吧。啾啾，这个发火了，发火了。不能摸别人，摸别的狗狗的话，啾啾就会过来，被啾啾发现了。啊，太好吃了！嗨，你好。Hello。Hello。嗨。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结果啾啾来了，他以为是喊他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。啊，你好可爱呀、啊！你是公主吗？对呀、啊。她是公主，她穿了一个公主。Wow。 没事没事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狗狗的这个室外运动场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没错，那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哦。下个视频再见吧。拜拜！大家还想看狗狗的哪些内容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林可家族。今天我们林可家族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大好消息，那就是我们马上要在上海举办粉丝见面会啦！哇！小林玩具的粉丝见面会一共有两场，分别是10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。10月20号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，地址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2 展馆大舞台。
鉴于现场人流可能比较大，建议大家9:30开始入场哦。9月27日至10月7日期间，小林玩具商城淘宝店将进行180份粉丝见面大礼包限量销售，购买就送小林玩具上海玩博会粉丝见面会入场券。那另外20张门票呢，是这一次的特别门票，因为包含了林可家族拍照福利。只要呢有林可家族拍照福利门票的小风铃呢，可以获得和林可家族单独拍照的机会哦。有拍照福利的这20张门票呢，将会通过小林英语 APP 送出。凡是在9月27日至10月7日期间成为小林英语 APP 的 VIP 会员，就有机会参与到这20张门票的抽奖活动中来哦。那我们10月在上海不见不散。